在众人的掌声下，新竹市长林智坚和赴美公主委彭天祥共同为泽厚民丰匾额揭牌。新竹市长林智坚和多位市议员以及地方里长先行祭拜仪式，虔诚上香祈福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长期以来，我们南寮地区的居民所有一生当中大小事都在这里做一个决定，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利用这个中原普渡的时间，来到我们赴美宫在我们主任委员彭天祥主委的一个带领之下，举行了一个这样这个团拜的一个活动哦。那我们祈求赴美宫三府王爷保佑我们地方呢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南寮赴美宫长期以来关怀地方弱势，回馈乡里。市长林智坚借由普渡祭拜的机会，感念三府王爷的保佑，颁证泽厚民丰匾额，向赴美宫表达感谢。赴美宫就是以前古早是叫三王爷经，是原来叫做三王爷经，就是讲萧潘杰，萧潘杰就是三王，就是三王爷经，古早是叫做三王爷经。到了后才改做赴美宫啊咧，赴美宫就是原名就是讲咱一个泉州，咱的祖庙就是赴美宫，就是现在才改做赴美宫哦。啊，咱这是。咱是南寮地区的行动中心啦，啊，你办什么活动，新竹市啦办了活动，就是团结在你咱这富裕乡。啊，今日哦，林市长哦，伊特别欢喜啊，送咱富裕乡一个匾，啊，我嘛足感谢伊安尼哦。赠匾仪式简单隆重，新竹市长林智坚也特别感谢赴美宫荣誉主委彭坤耀，在担任议员期间，多次协助地方争取经费，改善南寮淹水问题。市府近年来也在南寮设置抽水站，新建 B 干线雨水下水道工程，期望有效解决南寮地区居民常年的水患之苦。台播新竹万事联实习记者叶嘉伦、陈怡如采访报道。